allplacesanddo n t h i Good s b a y t morning, everybody. It's Juicy Basketball with Chase. 我们是一个 NBA 篮球 Podcast。每个礼拜回顾之前新闻头条以及 NBA 大小事。今天除了我以外，哎，高潮不断，热火迷，<laughs> 香港 Marcus and <laughs>、啊、Andy，我走。哦，Hi。<Hi. 笑> 是啊，他<殺>应该转台，他真的转台。看、哎，我们刚才在测试直播，然后 Andy 在播 A 片。会 What？还有万华第二个，呃，哎、oh, oh. 欸，怎么感觉两边的气氛不太一样啊？那个肾虚哦，哎，那个肾虚又亏钱了，对、哎，超级白。你那个摔球衣的影片还蛮红的、欸。看，我觉得這说到底还是 Andy 的错。啊。 刚嘛？Andy 在那边怂恿 Jason 去看球、oh.，Jason 就拖我下水，<laughs> 害我他妈浪费钱看那烂比赛。勇士第六战，oh. 对不对？对，勇士第六战。这是上传的时候应该已经打完了。就你，你如果大家下一集没听到我的话，那就是就是结束了。<laughs> 我这一季提早提前关机，然后我们大家明年再见。<laughs> 全力争、啊、了，不录了，不录了。OK，好，等一下哎、欸，搞不好会晋级啊。我们现在先。 呃，有四组，呃不，第二轮的话有总共四组嘛？那有三组确定。我们现在是星期天录了，那、呃、我们先从，不然我们先从开心一点的事情讲起。这个，呃，热火老八打败公路，火迷烟底，你要？OK OK，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 <laughs> 没了，干就爽了，我觉得挺。等一下我们等一下这我今自己有要预测吗？等一下我们再，我先不公布我的预测了，但是我可能。<laughs> 但是反正尼克现在跟热火第二轮嘛，尼克第五种子也算是小爆冷门，就是 as a 排名上来讲，然后热火是直接<唉>上一次老八老吉八打打掉第一名是什么时候？好像是二零嗯七六人是不是？其实大家这更震惊的是，竟然是四比一，Michael Jordan 的儿子 Jimmy Butler 直接跳出来干 <laughs> 延续传奇，第四场 carry 就算了，第五场持续 carry。 然后整整个系列赛下来，命中率好像六成以上，然后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没有预测到的结果。我看到这边有一个，请你们两个其中有个写到，为什么这就证明为什么 O M B A 跟 All Star 可能有有意义，但是其实也不代表什么东西。整个系列赛 carry 了、啊、第四站的时候，其实我也不需要去重新讲发生什么事情嘛，大家应该 highlight 都看够了。然后刚入淘汰的时候。 大家都吓傻，但是我发现公路球员好像也蛮镇定的，也不知道为什么。而且尤其是在客场完成这件事情，从热火的角度，那我只想 highlight 有一点，就是第五战的时候，就是 Bam 被犯满离场，然后 Kyle o r r e 也犯满离场，所以最后 OT 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场上有四个就是 undrafted 就没被选的球员，就是 k a l l b Martin、Max d r u c e Gabe Vincent。 Hayward Highsmith，、hey, 再加上我们家老大哥老吉巴 j i m m y Fucking Butler，所以，<laughs> <What? S 1> <laughs> 然后结果还打赢了，还打赢了那个公路，所以真的是蛮屌的。那其实，对啊，我不知道你们，我们应该没有人预测热火会赢吧？對對没有啊，四零四一，我就预测到场场场场次正确嘛，<laughs> 第五场会结束，五,五场，呃、这有什么好大声的？<laughs> <laughs> 我没有大声啊，我只是那时候我在群组里讲说看哦，对，我在群，我在我们 Discord 群组很大声啊。那时候太爽了，就说头脚五场结束。那 <laughs> 其实现在已经过了两两天嘛，然后我们接下来对到尼克，其实你对上尼克这个对战组合也蛮有趣的，因为 Jimmy Butler 对上他的以前的，诶、欸、应该说 Tom t i b o d e a 是尼克现在的教练嘛，然后对上他昔日的爱讲从。從 公牛到灰狼都执教过 Jimmy Butler，所以这个这个组合好像他们两边也都蛮期待。但是反而是公鹿被淘汰之后，还是公鹿的，大家称赞完热火之后，还是公鹿那边的话题性还是比较高。不管从总教练啊，还有 Yanis 赛后的发言啊，对。对啊，Yanis 讲那个 failure 嘛，就是记者问他说，这球技到到底算不算一个 failure？这个我觉得我们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但是 Ang a n n 你这边呢？你觉得？这个就。 Whatever, Hemi Butler, Jimmy Jordan，反正你要叫他什么都可以，但他就是为了季后赛而生的球员。对，其实说实在，真的真的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的球队如果有 Jimmy Butler 的话，就是 It doesn't matter 你是哪一个种子打进季后赛的，你只要只要进了，你就有机会赢。所以上次有这种球员的，是 I don't know，<B> 没有没有很对我我 LeBron，no no, no?。<laughs> 那时候是因为东区太弱，对，哦，是这样，对对对，但很少球员会给能够给人这种感觉，但军 u m p e 是蛮特别的，安心啊，稳定，对对，舒服，安心呀，对，安心。所以我不像某些，我不像某些球迷在这个例行赛就开始在那边讲说，干我们要赢冠军，我都是季后赛什么大声说话，对，哦，你说灰熊啊，我我我。 <laughs> 我不说，我不说，我不要再得罪人。啊、勇士，勇士，哎好好我觉得到最后真的公路，因为公路到第四节还领先十六分嘛，但是感觉出来到最后可能倒数四分，我记得四分五分那时候第四节，整队公路感觉很害怕，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他们很差，或者没有，甚至连字母哥也是嘛，差点、啊、他连最后有一球差点丢掉，因为他不想要罚球嘛，得赶快传给 m i d d l e middleton 呀、嗯，yeah, 差点飞掉。嗯 字母哥个人的话，其实你可能看账面数据得分啊、篮板还是正常发挥，但是罚球我们都知道嘛，二十三投中十而已，就十中。嗯，最后我刚刚讲球探不见，那我觉得还是喜欢个人，还是喜欢字母哥，但是他赛后讲那个呃，他拿自己跟 Michael Jordan 比喻嘛，Jordan 说啊、呃，他说 Jordan 十五年只赢六次冠军，那是不是另外九次都算是失败？但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比较有点错误因为。 不是说他没有夺冠就是失败，而是你今天例行赛第一耶，第一种子，然后你可能是公认世界上最屌的篮球员，但你在第一轮四比一五场输给从附加赛上来的热火，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这个问记者的问题其实没有太太大的问题、啊嗯、这个 Eric，shout out t Eric，哈哈 Eric，Eric，哈他直接点名，然后他后面又又要变很有礼貌说，哦，我不想要针对你。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谁问了这个问题，而且还问了两次，他说：“Did you get a raise？” 对对，直接问你有没有加薪，对，你有没有被加薪？这个太 personal 了吧？哇，他那个是指，他是指说，因为他去年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对不对？对，应该。嗯，去年他问了同样问题，今年又问一样问题，所以你这一年内到底有没有被加薪怎么会干一样的事情？就很像，没有，我还是蛮喜欢字母哥，他感觉出来他不是有恶意还是什么，但是。 可能当下情绪啊<嗎>，Yeah，但其实我也不懂他的逻辑，就是我觉得他是情绪才回答这样子，因为他都说了，就是可能是对那个 failure 就失败这个定义他很敏感吧，因为他都他的中他的，我觉得我的 take away 是他在讲说，就是没有达到自己没理想的目标是没关系的，每一季就是下一还有下一季可以努力嘛，就不是说是浪费的。 但是的确是失败了，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中英文翻译有差，但是他就是一直对“失败”这两个字定义的很敏感，他不想要把它定位成失败，但是他又同时在讲没有达到完成的目标是 OK 的，对吧？我所以我就不懂，那你没有达到我最终的目标，你就是失败啊！所以我，我其实有点在就是听了之后觉得，哎、欸，是蛮励志的，是，但是同时又感觉到他其实就是对这个 label 这个定义。 的敏感而已，关键字，对，就是关键字，两字评语失败，然后他就哦不行，对啊，对，哎、欸，但是你们会觉得这个会影响他的 legacy 吗？就是字母哥，我其实在想，我认为即便你看他第一种子被 upset 掉，就还是大家可能讲个一两天就过去了。但是我就想到说，要是他两年前二零二一没有赢那个总冠军的话，大家现在绝对是跳到他头上哦、oh, oh, oh. 假如二零二一 KD 没有踩线的话，嗯、他可能现在会被大家呛的更惨。嗯、对对对对其实我我其实我觉得他的我反而觉得他的回答蛮得体的，体就是不是？但我觉得他有点 overreact 啊。但你可以理解嘛，因为他们刚输掉第一轮刚输掉的比赛，所以他蛮情绪化的。嗯、就我觉得他不需要针对这个记者或是他的提问去去呛他或者怎样。就这这个部分，我觉得他是蛮蛮情带情绪的。但是我觉得他后来的回答我，我我觉得。 他说是 steps to success，right，就是你的你没有夺夺<对>冠，就是 build up，就会终究会将来会成就你的成功嘛，这是他的、嗯、他想要表达的意思。那所以我觉得也像你刚刚讲的，因为他已经赢过一次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也不觉得那会是他的最后唯一生涯唯一一冠。所以就可能他他曾经赢过，那他今年没赢，OK，那他也说了，就是你要赢下一个总冠军，不只是实力或者是整个阵容的问题，还有还需要有一点运气嘛。 那他这个 series 他前面也有受伤，所以他没有拿这个当借口，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种种的原因，或许他们今年这个但他不觉得今年这个球技就是完全是失败，然后是没有任何功用的，因为这个就是得以呃变得更强嘛，然后或者是从这次失败中去学习之后要怎么夺冠这样子，我觉得他想要讲的，所以。 I think he got that across。我只是觉得，就前面他对记者的发问，一直去针对那个就，就就比较没什么意义。但是后来的回回答，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嗯哼，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后二十年后会有两种发展，一种就是像可能我们刚刚讲到，呃，二零一二吗的七六人，其实没有特别去想，不会记得这个球队，但是也有可能变得像勇士，We believe，这样二十年后大家還在讲 Butler 的表现呢？我觉得可能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公路，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给热火一点 credit。 第八种子附加赛，其实那时候附加赛第一场还输给老鹰了。呀，那怎么输的、啊？现在想起来，<laughs> 对啊，怎么输的？好像 <laughs> 现在。但是 <laughs> 老鹰其实老鹰其实打塞尔迪克也打出打跌破大家眼镜，四、嗯、所以 <yeah. S 1> 嗯，虽然是四二而已，但是来、like, still 来、like, 没很少人预测会到第六。耶耶耶！Good, <yeah. S 1> 那时候怎么输的？的确是有这个问号，但是就是反正篮板啊，然后对上公路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们打公路永远有一套，因为。 我想讲这个是因为我们刚提到 y a 斯 n i s 刚确实问到 legacy 嘛，那其实我们刚也是讲说他 y a 斯 n i s 也讲说是 steps to success 嘛，就是是成到成功的这个什么垫脚成功的，对对对对，對类似就是反正是阶段性嘛，<呦>然后再到成功的垫脚石。他能讲出这句话，就代表他以后需要成功才能到成功的垫脚石嘛。我觉得其实讲回到 legacy 就反映到今年主假公路要怎么操盘，然后之后公路的球队会怎么样，因为。 我们知道，我们虽然讨论公度比较多，没错，但是因为很合理，因为很多人在怀，现在开始在怀疑 Bird 的位置嘛。那还有就是他们可能合约，他们现在的磨合。因为老实讲，我看这几场比赛，像刚 Chase 有提到，第五场落后十六分追回来，第四场那时候我们落后十三分，然后直接十三比零，就是在在第四第四节的时候。Yeah. 那其实很多，你们刚刚说公路怕，没错。但其实很多的问题都跟四五年前我们好像在 b u b b l e 里面打到公路的时候，那时候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 We built a wall，然后呢公路还是一直 stick with Yannis，那面持球压着制造，那压着就犯罚球罚不进呢、啊。他 <laughs> 那时候我们就我们有一模一样的讨论，like he's the great player，但是他一直持球，一直给他干，这不太对，他应该是。 让 Chris m i l e t o n 跟他打配合，或让 Chris m i l e t o n 来 create，因为 Chris m i l e t o n 是 free throw shooter，他可以罚球，他有三个 level，他都可以得分，或者让 Jew Holiday 去做更多 creation。我们这个已经都讨论过，然后今年又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甚至 b u d 还出现了喊暂停的失误，就是呃、嗯、没喊暂停，对没喊暂停的失误，<laughs> <對>就是那时候什么时候，反正 Jimmy Butler 投进去之后，明明公路还有喊暂停可以让球往到到半场的机会。 他们完全没喊，完全没喊。然后那不知道你们看到，但是我在 heat 有一些那个粉砖嘛，然后就看到 X 有忘记是谁，就是、说 x b o x t r 走回板凳的时候大喊说 “What the fuck are they doing？” 就是 <laughs> 就是 like he 他他就是很困惑的那种喊，他就是 like what's going on 的这种喊，是,是他 miss 了什么东西这种，他是很他在问他的 staff 说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因为。 从他们的角度，啊、对对，是不是什么奇招啊 <laughs> <淆>那种混淆对手啊，<對> <laughs> 偏不叫暂停，对，一定不是嘛。<laughs> 但是就是他他需, <laughs> 他需要知道，他需要知道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在那个 moment 大家都会紧张嘛。嗯嗯。嗯 but like we will never know 为什么他没喊，and then 对，所以，yeah，but anyway，所以我觉得公路被讨论是蛮应该。然后就像你们讲他的 legacy 啊，或者是他讲这番话，其实都是看。 从暑假开始，公路要怎么操盘？Yeah，哎、欸，还是要需要那个 Eric s p o l s t r a 吧。刚刚讲热火总教练，就他感觉出来真的有在做一些调动或是改变嘛。尤其第四节，真的你落后十几分的时候，我看到第五站最后关门，热火投篮投了一百一十次。那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记录，但是热火平常也不是打那种特别快的。嗯，就感觉，然后他是让样，Bam 在控球，然后 b o t l e r 在那边切。 刚刚那几个没选秀落榜的球员，<Yep. S 2> yeah, 就感觉出来，sports 有在动动脑。然后你看公路 Allen 到最后还在欧洲部，时间都已经到了。哦、oh,，对、呃，其实突然想到好多可以讲。<laughs> 对，最后那个 possession 到底是什么？Yeah. <laughs> 不知道。反正我最後公路那个 possession，我觉得就是就没有明确的下达战术吧，然后没有人敢投，没有人有一度拿到球，感觉应该要投了，也不投。 然后最后居然是让一个 Grayson Allen 持球切入，作为你这一个 <laughs> 这一个球技最重要的一球，然后你居然是 Grayson Allen，like 我 <Yeah. S 1> 他 I don't I'm not blaming him，就我不觉得是他的错。然后他欧洲部 whatever，反正因为他就平常就不是做这个这这这不是他的工作啊，这不是他的角色啊，他是一个角色球员，他是一个 three and D，他在底角等三分可以，你让他切入去投这个制胜关键球，makes no sense，这个 it's not his fault，but like 这个完全看不懂，最后一波进攻，公路在搞什么东西？而、yeah. 而且，Old School 的人就会讲说，这就是为什么 like Mid Range 还是需要在 NBA 里面，因为 He had a wide open three，他放弃就算了。He had a wide <Yeah. S 1> wide open，完全空档 Mid Range，但是他没有，我 <Yeah. S 1> I I don't think he ever 他这今年球技搞不好，今年球技搞不好没有 take 过那个 shot，s、so、he's o not gonna do it now，所以他只能往篮下切，然后就造成这个时间的这个，所以。 但是，Yeah，it's it's crazy。最后一个 play 真的 crazy，有点 as a, as a 球迷会有点 anti climatic，就有点好像结局有点鸟。但是热火迷当然是很爽。<对>然后就像你就像你讲的，可能是热火的防守。然后 Chase 刚好提到 s p o r 的那个嘛，就是 Jimmy Butler 那一球会进，其实很大关键是 Brook Lopez 不在场上。Brook Lopez <对>不在场上，很大关键是因为 X Rossa 那时候 Bam 还没犯满，他不让 Bam 上场。 就是这么关键的机会，He subbed off Bam，然后 b u d subbed off，就把 Brook Lopez 也放在板凳，结果篮下才有这么空，就是没有一个 shot blocker。然后 b u d 就是就反正这个系列赛太多，感觉 Spoil out smart，就是热火总教练调整战术或者是放上了，啊，不知道怎么讲 o u t smart 那个 Coach b u d 智商碾压，哇！<laughs> 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我要就是智商，智商碾压，碾压 <laughs> 对，没错，啊、嗯 没错，公路讲多一点公路是因为热火现在还在嘛，我们下一轮下礼拜甚至都还会讲到。那我还是觉得 Jimmy Butler 真的太屌了，要给他一个 shout out。甚至连联盟，你们记不记得上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我们讲那个呃匿名投票球员之间的选最被低估跟最会防守都是 Drew Holiday。j i m m y 是对 Jimmy 是对,對 Drew Holiday 说什么？我不知道。Like、I own you or something? I don't know 對。对他对他说我碾压你的屁股之类的。对 <laughs> w what? What? I own your ass. <What? S 3>、oh, <okay. S 1> I own your ass. 我拥有你的屁股。不要对联了、啊，<laughs> 露出半个龟头。好没有了，没有啦。哎、欸，这这怎不是换那个熟悉的队友 J a y Crowder 上来了？不是换了用五个选秀签换了一个 J a y Crowder 吗？对啊 <laughs> <Yeah. S 1>、欸。尼尼克这里要讲一下吗？我简单讲的话就是，尼克球迷真的是有资格嚣张了。 骑 <laughs> 士四一被淘汰，我们好像我跟 Andy 都压骑士嘛，然后哎呦，哎呦就是唯一压尼克，哎、欸，那时候我要选尼克、啊，那、啊、算了算了，这不重要。<laughs> 尼克，Jalen 啊 Brunson 救世主嘛，Angus <laughs>、嗯就是讲，然后连续两年打败 Mets，就是猪，啊，yeah, 又是以下犯上。没有，我说我虽然选骑士，但我记得也是 Game Seven 嘛，就我们没有人预，<對>我想没有人预测到，居然是直接四一解决。 是蛮蛮扯的，然后 Caps，<压>对啊，真的是碾压。那 n icks, i x 哎，我其实 I don't know 还好，我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Caps 可以打得这么烂。And playoffs，对，双塔双塔不知道在干嘛，双塔没屌用，然后被一个对面的 Mitchell Robinson 压制住 <laughs>、欸。对，讲到这个 Angus，、嗯、我觉得他预测到尼克。 晋级是赛的，然后呃，啊、但是我觉得他，<What? S 1> 我觉得他讲的比较好。<What? S 1> 我现在先，我称赞你是说他上一集还是前两集，他就说 X 英只是那双塔嘛，嗯，mm. 就是，然后我先跟你报一下数据哦 <music>，Mitchell r o b e n s o n 最后三场篮板五颗、七颗、十一颗，五七十一个进攻篮板，Like the fuck，to <Woo. S 1> that's insane，<S <'s> 他场均就是快七点多颗进攻篮板所以你看这双塔。 不得分就算了，连防守篮盘都控不住，请问到底在干什么东西？让一个 Mitchell Robinson 打爆你们两个？o、so, 对啊，所以 n i 讲就是这 X 因子真的是这最关键就在篮板这里，还有第二次进攻机会了。打得像 David Robinson，不是不是 Bill Russell o <laughs>、o l a r g e o n e Kevin Looney 吗？Looney，这个吗？Looney。Lo <laughs> 没有，就是抢篮板，现在都被封死。你刚刚就在打得像 David Robinson，对<吗>我只想讲另外有 Robinson，<laughs> <laughs> 不要侮辱 l u n y 好不好？啊，<laughs> <Lo oney S 2> <laughs> 侮辱啊，Luni 已经是好好废嘛，他就对，Sure，l u n y 已经可以直接见 Statue 了，现代神兽啊，双塔，而且 e v a n m o b e 是最佳防守球员。 Top three 嘛，感觉也是没啥鸟用。Mm, <yeah. S 1> 虽然说灰熊那边那个最佳防守，<laughs> 最后也是被 AD 碾爆。<laughs> 我们等下再讲。对啊，一直对啊，yeah, 尼克了，尼克跟骑士或者是下一轮对决热火。你们 Shout out to Josh Hart，对、yeah, 啊，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篮板嘛，然后 Mitchell Robinson，他妈 Josh Hart 一个是一个算是个后卫吧，shooting guard，small forward，、mm. 后卫身材，<Yep. S 1> 然后他妈每场抢十几个篮板，That's crazy，like <Yep. S 1> it's that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Underrated trade. I mean，我们那时候 we like this right？我们喜欢抓 c h a 到尼克这件事情，但我们没有特别去就觉得说哦、oh,，shit，这个这个。但你真的进到季后赛，Joshua is doing like everything，like 篮板防守 <Yeah. S 1> whatever。我觉得他是你刚刚说 Randle 没有表现到很好，对，但就是其实 Bronson 救世主以外，我觉得尼克最重要的其他另外一个球员就是 Joshua 了。嗯，我觉得看我们那时候聊交易的 notes。 好像没特别讲 Joshua 什么东西，<laughs> 但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也不觉得尼克有多屌那时候。<Yeah. S 2> <laughs> 对啊。对啊、欸，我怎我怎么记得有？还是我想说有吗？我现在看。因为我记得那时候他跟 Villanova 双后卫合体，然后那时候讲说尼克就需要插这个，因为 Rajber 很不稳啊，然后 Cambridge、嗯、本来就废，然后送走。But anyways，对啊，就像 Inks 讲的,的，的确他就是典型的 Glue g u 嘛，就是季后赛每次这种 Glue g u 都会被。 highlight 出来。我现在在看，我们那时候讲，但我们讲 J a y Crowder 讲蛮久的。还 <laughs> 有这期赛，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除了尼克这边，就骑士刚有提到，但是 d a 美 r Mitchell 也算跟高二联也算熄火嘛，就是 Mitchell 也没有表现的像去年一样那么劲爆，或者像例行赛那边那么劲爆，所以 <Yeah. S 1> 跟公路一样，其实也很多谣言说骑士要大翻大换鞋，对吧？嗯，因为他们甚至好几场场。 都得不到一百分嘞！现在联盟得一百分是多么简单的事情。第一场九十七，然后啊一零七九呃七十九九十三九十。7, 9, 呃、79, 93, 95, oh yeah, the fuck was that？七十九，七十九真的蛮屌的。看 Mitchell 一个人都得过七十一哦，整队 <laughs> 得七十九，<laughs> 这什么状况？双卡 <laughs> 得个八分可不可以？对，对啊，太棒了。 Jalen Brunson，你们要特别讲他吗？我觉我觉得现在 Mark Cuban 应该完全不知道在想什么吧。小牛那个独行侠那时候让他走嘛，我已经讲好几次。卢卡卢卡带领独行侠，这是连季 Play In 都没得打。然后 Brunson 是已经第二轮了。<Yeah. S 1> 嗯 t this，等一下要讲一个好 t h i s might sound crazy，但如果今天尼克是 Jalen Brunson 跟 k a r i e Irving 对换的话，我觉得他们过不了七十。嗯、这就这就多了，嗯、真的。<laughs> No, I'm not saying Bronson. 我不觉得 b r o I'm not saying Bronson over Kyrie. 啊，有人知道我 what I'm saying? I'm 觉得 Bronson for n i c k s 是一个，I don't know，就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就是一个 good fit，然后就可以 take them past Cavs. l e I don't know. 我我还我还记得 Kyrie 关键时候射爆 Warriors 的时候 in the finals. 那我对于他他打那 <Yeah. S 2> 年冠军赛，he made the most clutch shots. I、like, go，所有关键的球都是他进的，说、so,。 对，<Yeah. S 2> like, 我我没有忘记那点，所以啊，但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其实 Branson 跟尼克就是很很符合嘛，就对对，基本上是天作之合呀。Yeah, 好，预测热火第八，尼克第五，两个都是以下犯上，尼克还有主场优势。对啊，我一开始预测，呼你们先吗？这组真的很难讲、啊、我觉得蛮容易的。的就 he and Heat and Six, Heat and Six。 四二热火晋级，好，干，fuck！好，我那我先讲好了，Andy Andy 演他走。我我一直这個、球季下来，我知道尼克打的很好，但都没有给他们太多 credit，所以我觉得啊，尼克四三，3, 好不好？最后最后，哦，<Woo! S 2> 有主场，有主场，God, 太客气了吧？啊，太客气，看 <laughs>、啊、你了，我是尼克四一啊。 啊！喂喂，我我喂喂，啊，又来了，真的逆向操作，逆向操作，对对对，不要讲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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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四一了，OK，五场决胜负了，好不好？我们总冠军赛见啊，不，是东冠见。对你上一轮也是四一嘛？对，上一轮四一公路啊，结果好棒棒啊，继续。OK，第一组都讲蛮久了，下一个呃湖人队，哎。 这边我们先，因为我们录是礼拜天嘛，所以不知道国王跟勇士。但是，哎、欸、，Anger，你要不要先讲你第六站现场的感觉啊？因为我们 Discord 那时候是刷一排，哎<唉>，赞叹 Jordan Poop 嘛。哎，不知道说什么哎、欸，我已经、啊、我已经把看球昨天看球的那个记忆直接抹消忘记了。對,對,对，我没有去啊，我没有去，对,對,對，完全没看到 <laughs> Jordan Poop 现场也是这么的雷吗？超雷，看雷爆。就我觉得我我。<laughs> 应该说，我们大部分去看第六站的心态就是觉得主场应该可以直接结束这个系列赛。然后我，其实我觉得勇士球员们也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有点松懈了。然后整体来说，我觉得就这场比赛看得很闷。其实就是也不是说这打爆是一回事，就是被输球也是另一回事。但是勇士球员们就感觉心不在焉的。然后你有时候看现场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 感觉到，因为就我们很常说球员的 body language，就他的一些肢体语言。然后你可以可能或许从电视转播上可以看到说哦，谁这样这样这样。但你在现场看的时候是，球迷们看到球员这样，会影响整个主场的士气。I、like、was crazy like，你就看到就什么 like Jordan p 坏那那一球不知道在干嘛，在地上爬的那个。然后大家看到就是就是连就是连笑都笑不出来，整个是变图书馆。大家说就 like what the fuck is happening？然后 罚球没罚进的时候，连续，<igg> 我记得 Wiggins 一度连续好像三罚没进吧。然后那个那个罚球没进的时候，就是真的是全场安静。然后就第一球就哦，然后 you you expect 你下一球会进，没有进，OK。然后又上罚球线，第三球又没进，就 it's fucking it's silent。对呀，两万人安静。Mm. Like, d like what the fuck？而且是那种是就是对啊，yeah, 就全场整个鸦雀无声。 那个那个整个 pressure，然后跟你来看球就是非常的怎么讲，demoralizing，对，Dem right. 士气都没了，yeah. 整个士气都没了，然后就看得很痛苦，<laughs> 所以就是花三百块，然后想到自己花了三百块去现场看这个比赛，<laughs> 就更心痛这样，哎呀，都是超多这个心得，看 <laughs>，妈的，真的都 Andy 害的，看输的活该啊啊，啊 <laughs> 啊我我 <laughs> 活该<該>啊，你们都可以乱讲，我也不能乱讲，可以，我觉得其实。 其实就补充一句，我希望是国王赢了。然后那个 <laughs> 那个，我们那时候都预测到是第七场嘛。我记得还是 N r 好像是谈了一个比较啊，但算了，N 个就是勇迷啊。但是、啊、对了，反正、嗯、I don't know, it's it really exciting。我觉得那时候精彩度我们好像排蛮高的，这、就是实至名归啊。我蛮我超期待第七场，不管谁赢了老是这样。Like hopefully is great. 嗯、um,，其实国王勇士这种很像那种 old school。 他们都说什么八零年代篮球，就是主场先赢两场下来嘛，嗯、感觉气势很高，然后立刻客场再回来，就、嗯、第五站又被客场的赢回来，就三二，2, 然后第六站又是国王在勇士主场赢走，嗯嗯、后刺激啊，真的蛮刺激的。第一轮最精彩的哦，还要特别 shout out, out De'Aaron Fox 跟 Malik Monk，、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 Sabonis 好像有一点点被压制，嗯、但是而且 Fox 尤其是断了他的投篮那只手的食指断，就是骨折。 还可以打成这样 <Yeah. S 1>，That is crazy 對。对我想要讲一下 s u b o n e s 就是因为他其实我们去看第六站，他是最后是饭满的一场嘛，但是就觉得没现场没有，当然大家会喊说哦 Sit your ass down，然后滚回板凳之类的这种，但没有，我不觉得大家有觉得说哦，呃，Sabonis 下场，我们我们可以开始赢了，Like it's it not like that，就是 s p b o n e s 在这个系列赛至少我觉得他对于国王的帮助没有那么大。 就我觉得他真的有被压制住，然后国王反而是打小球的时候，就是可能够跟勇士一来一往，然后甚至是压制住勇士的的,的整体的进进攻的，也是蛮特别的。你说 o 波纳下去的时候，其实气势就大家还是会觉得危险，是不是？对，还是觉得赢不了，就是没有对，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像是对方的明星球员，应该是二当家嘛，下场感觉应该是意大利多、啊，大家应该很开心啊。但其实现场没有那种氛围，这也要归功于。 勇士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鲁尼了，就是我们新的 Hall of Famer，新的 Bill Russell，对、啊，但 <laughs> 还二十二版，我靠，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这个系列赛篮板是 something else。对，国王勇士，我们现在礼拜天嘛，大家现在听到的时候可能已经知道结果了。呃，对面湖人的话呢？湖人、欸、第六站关门，这个太屌了，我觉得整个是好莱坞式剧情。 第六站碾压四十，然后现场还有一堆明星，对，然后 AD 硬起来，我觉得 AD 在、like、前五分钟你就知道这里今天的 AD 在不在，在的话 It's over，四二淘汰灰熊，灰熊直接先去 Cancun 了 <laughs>，Fine in Cancun，那灰熊这可以直接开一个打脸特辑，他们到底说过多少话，全部 <laughs> 全部挖出来，Yeah，Yeah，Drop f o r t y c h m p i n e I，我我在西区很 OK 嘛，I'm going the West，然后 Dylan b r o o k e 说。 I poke bears，就是说我专特我专专 <laughs> 跟熊打架，这怎么办呢、啊？<laughs> 就是对，反正然后在这边 Ben 也说了什么，哦，就是说 We'll be back here，就第五第五站输的时候，呃，还是第五站，诶，这应该是输啊。第五站赢赢，嗯、赢赢第五站赢了之后，因为那时候还是落后三比二嘛，他就说 We'll be back here，就是代表说还会打到第七站，然后我们会在这里再，只要结果第六站就输了，所以真的打点特技。Yep、对，这里。 提一下哈，因为 John, Dylan Brooks 真的是干他妈是一个小婊子，Dude like Dude like I don't care，就我觉得他挑衅这个，OK sure sure 讲就就是 talk your talk，然 you 后 know, like，但是他他之后赛后就直接拒绝任何的采访，就自从他们开始输球的时候，他就直接走了，Like Dude what the fuck，你你要这种这样放话的话，你就必须要为你说出来的话负责，就你就是当你被打脸的时候，你就乖乖站在那边被打脸了、啊，你不能直接逃掉啊。 那你逃掉的话就是小婊子、啊，哎，<laughs> right? 至少 Johnson 讲 I'm fine，the worst。然后后来记者问他说：“哦，你对你要怎么面对其他人？就是你讲过这句话。”然后他就说：“哦、a h、yeah, i said that，所以 you can come at me，就是你，whatever，你想要对我说什么，就就随便你讲。至少他有那个种去承担他自己说过的话，你懂吗？嗯，那 d e l e n Brooks 真的就是一个 what the fuck，落跑，绕跑，妈的！对 Johnson 最后那个蛮 man 的吧？他直接说：“ y e a h 就是。” Yeah, I don't care. Let it, let it hit me. Yeah. 哎、欸，但是湖人也是第七打败第二，这样子的话，Is this a failure for 灰熊？哎 <laughs>、欸，真的、啊，第七打第二，湖 <Yeah. S 1> 人也是附加赛上去的，好不好 Ooh,？Steps to steps，用 Step <laughs> 一个垫脚石。<laughs> 是灰熊的话就是 failure <laughs> <Okay, okay. S 2> <laughs>、欸。OK，OK。哎，记得哦，假如我们在下次录音的时候，勇士输的时候。<laughs> Steps to s u c c e s 对 <S 对，Steps to，哎，但我们现在是 underdog，好不、喔、好？On, 我们是第六种子、oh,，OK OK，<對>好了，所以输的是应该啊。<laughs> <laughs> 我们这样有办法预测吗？还是没办法？反正两个组合都预测，OK，、oh, 可以啊。反正不管是谁，我觉得都是湖人会湖人会、oh. 呃险胜四二。喂 <Shit. S 3>，What What？哎、欸，你那时候第一轮你预测什么？ 所以我觉得看到 AD 硬起来，我就整个硬起来了、哦。但因为我怎么记得第一轮这诶你是你是赌灰熊还是赌灰熊啊？但我看到灰熊被打成只敢只有一根须，<laughs> 我看到灰熊被打成这样，我覺得你就跳槽你就上车湖人是不是？对，给你们四个有国王，我觉得国王现在是势均力敌，没错。但是像你们讲的嘛 s u b o n e s 下一轮的话，假如对面是 AD，I don't think 我不觉得他有办法。然后，嗯，但前提当然是 AD 了，不然我讲的前提绝对都是健康了。 健康的湖人就涨第六战这样，大家有看到吗？四十分，银灰熊。<laughs> 那勇士就啊，勇士就算了吧、啊。啊啊啊！湖 <laughs> 人啊，我是看好湖人多一点。哦，那我的话，我不管是谁都是国王或是勇士四三呢、啊。哦、就是其实其实我一我没有上湖人车，但是我本来就觉得他们季后赛蛮强的嘛。然后就是上一轮是篮板优势，然后。 也、yeah, 虽然篮板优势没那么明显，但是命中率还有火锅，就是禁区的很多数据优势，上些赛都很明显。那最后一场也是靠低漏终于醒来，那低漏我觉得也是很关键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对上国王跟勇士，I don't know，我觉得国王尤其如果挺进的话，除非是伤势或者是很累，不然他们的心态已经到最高层级了，因为刚打赢勇士。 然后又要遇到了不然，我觉得他们斗志不会输掉，尤其是认识麦克布朗，所以我觉得他们比这两队都还是比勇士强了，啊、呃，比湖人强了。简单来讲，然后我觉得经验还有 AD Carry，还有可能靠 Malik Malik Beasley Shoulder 低低漏跳出来也赢不了那么多，所以四三，3, 但是蛮艰苦的。如果是不管谁进都是湖人，都会输啊。如果是勇士的话，就是四一湖人。 对 g e n t l e m a n Sweep。嗯、对，那国王国王话，我觉得可以到第七站四三，OK，国王获胜。哎 <okay. S 2> <對>、欸，不要笑了，<對>第一轮热火都已经 <laughs> 他妈四一公路了。对对对对对对对，對今年的太难讲，今年的难讲。对我们，看起是笑到最后啊！<laughs> <laughs> 我真的很期待，<laughs> 我明明天就知道谁笑到最后。<laughs> 节目上传过几个小时就知道了，各位。 <laughs> 对、啊，我原本抓今天是想说也可以，就搞不好勇士已经结束了，<laughs> 结果关不了门。<唉>好了，跳回东区吧。这个哦，这组精彩了。塞尔提克第二种子对七六人第三，这个七六人第一轮是四零很少嘛？那塞尔提克是跟公路打到第六阵。先讲看点好了，或者是想要讲前一轮也可以，但我觉得前一轮好像没那么多可以讲。唉，难过，因为现现 这个组合当然是我们很多人预测会发生的嘛，但是现在 M B 好像他的右膝的伤势又比之前想的还严重，他第一场搞不好是战就是故意的，但是他是 doubtful，就是大几率不打，所以这个当然就会整个，但感觉又不是第一次，他们常感觉好像常常 M B 都是，我记得他例行赛的时候常常 questionable questionable，然后就一直上场一直上场，那不知道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第一轮的话，塞尔迪克打得比较辛苦，然后七六人很少过嘛。那其实对剩下也没什么好讲的。所以 M B 的伤势，你讲右膝、右边膝盖这个，对我觉得可惜就是他有这个伤势，不管怎么样，他如果真的不打的话，就对球迷都是损失啊。塞尔提克的话，另外有一点是因为现在公路已经被淘汰了嘛，那他们的战绩又比西区第一的金块还要好，所以假如可以一路打下去的话，就会从头到尾都有主场优势。 呃，除了主场优势以外，然后团队上，M B 刚,刚讲了吗？缺一个。我有看到另外一个数据是说，嗯、呃，七六人这边假如要跳出来的话，X factor 应该是这个差因子应该是 Maxi，但其实 Maxi 今年对塞尔迪克例行赛打的蛮烂的，是真的蛮烂的那种，呃，场均十分，然后命中率三十三十五而已，那三分也只有二十一帕，所以，嗯、so, 呃，可能真正的差因子是 Tobias Harris 吧。这么快就聊到 Tobias Harris 的话，那塞尔迪克应该是蛮有优势的。 其实那时候我记得刚开始打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讲说，好像 Bo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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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没有那么 care，因为感觉一定会过。结果还是打了四二。然后其实你看比赛说话，你会发现，就像 Angus 刚刚讲勇士一样，有时候你不觉得塞尔迪克特别 focus，不像是特别像一个季后赛，直到关键的时候。所以这个问题，我希望对上七六人不会有，但是很难说，因为你永远不知道球队内在搞什么气氛。 呃，虽然目前没有谣言了，但一样塞尔迪克阵容目前算是最健康，然后算是也是磨合最久、最成熟。所以其实如果尤其 M B 有任何一点点小伤，你很难不说塞尔迪克会。甚至 M B 全健康好了，我觉得塞尔迪克都是 favorite 吧。Still，What about Harden？你们觉得 Harden 这个系列会跳出来吗？他现在已经被 downgrade 成也算是 X 因子了吗？Downgrade？X 因子这个 downgrade。 对，就通常就是因为明星，你都知道他们最稳嘛。<Yeah. S 1> Supposedly，那通常差因子都是搞不好是球队第三、第四号，就是谁最关键。所以我不知道 Harden 现在算是这种，跟 Harden 最熟的应该是 a n g e r s 吧？<S 啊，你的 you know, Strip Club Bro 对。对，Harden h、yeah. 就他已经没有以前可以主宰比赛的那种能力了。所以你要说他是差因子的话，也是也是可以啊。而且他像他第一轮前面两场都。 零没有罚球，买买饭买不到，然后自己本身的投篮命中率也是蛮惨的。我记得有一场只有得八分，然后投十三球中三之类的。嗯，所以他的他找不到投篮手感，然后切入买不到饭，他在场上的功用就是一个就是一个传助攻传球的控卫。对，TJ McConnell，所以他他不、欸、<你>是 <laughs> TJ McConnell，<laughs> <laughs> 我瞎讲，不要听我。<laughs> Just <This> got James Harden 变 TJ，downgrade 到 TJ，my 靠，也太 downgrade 我,瞎我瞎笑，瞎讲。没有，刚不知道怎么刚想要传球的我就讲 t j m c 靠。b u anyways，继续 <Yeah. S>。<T. G. S 2> 我这应该没有那么惨啊 <laughs>，But yeah，like dude，s <S 一定没有，就是没有、嗯、没有那个能力了。所以 MB 如果不打，然后 Harden，yeah，like you s a i d 就是得分要看呃、uh, Tobias t e r r i s Maxi 这样。 哎，这个都是受受不你就光你要这样讲的时候，你就知道稍 e 应该是稳稳的过了。等一下，我觉得我们现在这边气势有点太偏了。我觉得，那我可能预测是七六四一哦。照 <laughs> 这个节照这个节奏 <laughs> 因为我们前几次预测那种很少的，最后都其实蛮接近，<是> <laughs> 然后甚至热火赢。<laughs> 这个节奏是七六人要四比一，对不对？我 <laughs> 认真了，再提个四一了，我。对，OK。 Home c o r e 嘛，第五站是主场。我上次有時候我都会想一下主场在哪一队的。最后有用吗？<在>没什么用。那对，mean something okay, <sure. S 1>。OK，<laughs> 是。你看湖人表打四十分，看湖人预赛也是算了不讲。哎、欸，很快很快。其实湖人第五站我觉得是根本是就没有很认真在打，他们就想要在第六站家里关门，那时候才会输灰熊。这、就是一个这么巧吗？阴谋论，对我觉得。 就是这种发言让我觉得那主场客场根本不能塞迪克四一啊，你们呢？那我也塞迪克那个四一好了，因为因为是主场了。OK OK，好没好？四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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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四二都有了。哇哇，七六人急站了，快点！我好危险啊！等一下，我觉得他语出惊人了，四零了，哇！ 哟，<laughs> <對>以前都乱喊的，乱喊的。喊我也觉得，因为好的被我们讲走了，<以>对对对。但 <laughs> <laughs> 我觉得这个现在七六人要赢的 <laughs>，到时候 <laughs> 到时候到时候赢了可以来就是感谢我们，<laughs> 对吧？对对，很有可能。九 m b 了，硬起来。好了，最后一组，这个今天已经我们录音的时候刚好打了第一站。呃，金块对太阳，金块是我认为觉得蛮轻松过关的，一比零。 他们两组前面的系列赛，大家有想要讲什么吗？金块对灰狼嘛，然后太阳那边是对快艇。太阳快艇蛮可惜的，啊，其实就是其实快艇这个阵容，就 Westbrook 其实后面蛮 redeem 他自己的吧，就后面都有三十几分的表现，然后扛下在可外不能打的情况之下，然后可外那个可外那个膝盖水肿，大家原本想说看这是硬起来啊上啊他妈的季后赛带伤上阵啊。<laughs> 干，然后后面就直接传出来，那什么？In、oh, this case 吗？干，<yeah. S 1> 那半月板直接撕裂伤，我靠！干早只是只是因为没有没有讲明而已，但是其实他早就不能上场了，You know？Yeah，Like he, thought, there was no chance he was g o n n a come back. 他们只是没有没有把这个消息这样放出来而已。So 受伤 yeah, <so> I mean,？Yeah，他那个受伤的时候就 it was it was already over。So 可外，其实我直觉就想到快艇下一步嘛，因为可外 PG Westbrook、ok, 稍微看一下。 可外是最年轻的三二，3, 2, 但接下来三三三十五，今年，所、so, 以就今年三个算三巨头嘛，都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就下一步要认真考虑一下，搞完哥的下一步，我觉得第一站他们第一站对太阳赢下来是很很兴奋，没有错，但是后面也是四比零连续。哦，讲到可外，我突然回到也是很快 s h a l l the d e p o t 因为就可外也是这种，就他又是一个大伤嘛，就是 t o r meniscus。 然后他也是前阵子才从大伤回来嘛，今年算是更惨的，就是热火的，还又回到热火，但就是 o l d d e p o t 他好像近四年开了四次大刀吧，还近五年开了四次大刀，哎，就一，还、啊、是球迷的 Sucksware player，真的其实，尤其看球越久，真的越觉得这种很可惜，因为他们闪亮的时候，反正就屌的时候超屌，然后结果受伤，真的就是毁了两一两个球季，嗯，然后就蛮可惜的。 其实口外对啊，口外还是有，我觉得他又比可能要讲低肉，就是 Brandon Roy 这些人又再幸运一点嘛。觉得他已经有有在舞台上证明过，一四年、一九年两次嘛，然后什么七十五大的球星。对吧？If i, 如果科外健康的话，He might be like top twenty player of all time，t、嗯、<tough, S 1> time o 前十五甚至，尤其如果你考虑到他在马刺的时候胜率啊等等这些东西，例行赛胜率啊，季后赛胜率，He 在、like, 前十五蛮有可能的。 如果大家公正的去想的话，但他就是最近一直受伤，所以下一步哦、啊，搞完歌下一步，其实也没什么下一步可以走。卖球队是,是？<laughs> 不是？球场都还没盖好诶、欸。不是不是二五年要启用吗？哎<對> <laughs>、欸，那个<是>那个新的那个漏新的那个 toilet 是 Clippers 球场吗？对，新的马桶盖盖哦，对对,對。 还没盖好、哦，都讲了好几年了。<laughs> 不知道一千多个吗？<laughs> 哦，对啊，对啊，还没盖好就卖球队了。厕所盖。那对面金块呢？金块对灰狼嘛？灰狼第八种子最后啊被淘汰。Is this a failure or？看，<laughs> 这算失败吗 e w a r s e w a r s c a d 很多人也讲说，可能休赛季要重组了嘛？因为灰狼我们知道有新，有了新的。 高层新的教练，然后也可能新的、嗯、会想要做一些新动作在球员身上。这个 failure 比较好说了，从交易来狗贝尔就算是一个。Oh my god！就奠定了这个 failure。笑這樣會不會太凶。b 狗贝尔不是、嗯、上次我记得 a n g e r 就 shout 到说还不错吗？这我还帮他讲话，不，还不错个鸟、啊。对，不 OK 的是 cat 吧 <laughs>？cat 被被 Yoku 整个吃掉。对，其实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 cat 的问题。d 是不是已经可以证明说 Edwards 是灰狼的新一哥了？For sure，他从去年开始就是一哥。<laughs> 不是，老实讲，对 n o 老实讲，Are you surprised？No，not at all。对啊，所以，但反正呀，我同意。反正 Edwards 新一哥，然后确实，我觉得他表现得出来就是一个球队的基石的感觉。你可以围绕着他打造你的球队。你要,要重建，那你就是保留 Edwards，其他全部打掉重建。但狗不是你刚交易来，然后又有合约在什么？ 所以狗贝我也觉得近期内应该是动不了，因为也没有人想要他。哦，oh, <damn. S 1> 你懂啊，就你交易也不会有特别有，也不会有球队去想要交易一个顶薪常人，然后只会来盖火锅。他们不可能交易狗贝。对，他是负资产嘛，no、所以你必须要留狗狗贝。所以你就被迫一个是你很情愿的让艾维斯当基石，另外一个是你被迫留狗贝。OK，那就这两个人，那剩下的 whatever，like 你，我觉得 cat 你如果可以换到更适合这两个人。 可以跟他们搭配的球员，then just do it。哎、欸，太阳子讲一下，他其实是去年暑假嘛，可接近一年前签了一个四年，两亿呃两亿两千四百，so two hundred twenty four，两百二十四 million，一直到二零二七二零二八那一年，最后那一年应该是球员选项了。但那一年的话，二二零二七二零二八要付给他一年六千一百万。Damn，well，、wow, 那看也没没法动啊。 如果签到二零二七二零八，8, 就而且狗贝不可能被交易的，狗贝是最不可能被交易，是因为，他才刚花那么多去把他换来，你现在不可能换到那么多回来，超难看的，就才打一个球季，然后你换一个一轮签 like,，what 我 h e fuck？那个球迷都崩溃了，你要还是要卖那个 f i t h f u l s hope <S 装一下，tem cat 签那么久，那真的他也动不了啊。Like，这支球队真的是迷，没有这支球队真的是迷，是因为。 其实赛前、赛中我们讨论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因为今年没有一刻大家觉得，诶这装塔 work 的，然后凯又受伤，然后就是，然后赛前交易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然后从基基本上从去年，其实大家都喊凯要走了。那时候 a n d y e w s 刚被选进来，他打的有还不错的时候，就有些人在喊，就是说 c a r t l i n e Towns。其实 a n d y e w s 被选来之前，大家都说 c a r t l i n e Towns 是问题了，就他太软了、啊。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现在，所以。 我不知道，我之前也唱过了，反正就是灰灰，他们是狼还是熊啊？对，狼灰狼迷也是蛮可怜的，就真的是蛮可怜的，不是浪费，也不能现在也不能说浪费，但是至少说你没有接下来五个首轮选秀圈的这个筹码，你全部梭哈在一个人身上。我还记得 Cat，我们最早讲他软是，你们还记得是应该节目刚开录没多久吧？你们记得他跟 MB 在地上扭打，然后他 Tap Out 吗？他, <laughs> 他突然断气了。 我觉得对呀，哎，当年我们是把 MB 跟 Cat 放在同一个平台上的，嗯，Yeah，Yeah，毕竟 Cat 状元嘛，断气，也好笑，有点忘了，对啊，Tap out，然后 MB 在 MB 把他扭住之后还在那边鼓噪，然后 Cat 是被搀扶出场，Nice，四年前吧，Nice 啊，但金块，我觉得金块轻松过关，然后第一站，对，第一站今天早上对太阳，我也觉得是。 打顺了，打顺了就整个完全挡不下来，连 Aaron Gordon、Jamal Murray 就不用讲了，然后甚至连 Bruce Brown 都来暴扣。等下，那时候我记得灰狼打金块的时候，我我是智障，那我我我我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讨厌灰狼，但是我选择相信他们的就烘内线嘛。那时候讲 Anthony Edwards，可能甚至狗背都塞，然后 Carl 如果认真一点，其实灰狼蛮会干内线的，因为有。 金块最大的弱点就是 Yokish，、ok、然后、啊、我会讲这个的的防守。Sorry，金块最大的弱点可能会是 Yokish、ok、的防守，<laughs> 但是太阳，你看他们阵容还有他们现在打法，谁可以 take advantage of 这一点？Aton 在防守端被 Yokish、ok、干爆，这是理所当然。但是他在 <laughs> 他在进攻端，他可不可以至少对 Yokish、ok、的防守这点做成一些伤害？这个蛮关键。然后其实 Baker 跟 d u r a n 的打法，他们不需要切到内线去。 就是对方的中锋火锅能力减弱，对他们的进攻的手段的影响没有大幅的提升，不像是 a n y t h o n y e v e 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不是说他们会表现不好，是没有就是明显大幅提升，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靠 mid range、靠三分球、靠 one dribble、two dribble 或者 pick and roll 都可以表现超好的球员，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matchup 对金块来讲不会是利，就是蛮利多的。 因为他们的弱点没办法被最大化嘛，那他们的优优优点可能可以去抗衡太阳的几个优点，所以我我觉得，当然第一站打下来是金块大赢了，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选金块，只是觉得对上上一个系列赛或对上可能金块遇到其他球队，太阳比较难完整的 take advantage，然后最关键上个系列赛快艇打太阳。 那时候觉得 Aiton 还不需要跳出来，就是说他的表现好与坏影响没那么大。但这个系列赛就我觉得很重要了。他如果不再称职一点，就又只抢七颗篮板，太阳真的很危险。差因子，DeAndre Aiton，Jamal Murray 就是金块的 Jimmy Butler，He's born for playoffs，No，Like <Huh? S 1> he's born for playoffs，Like this is what he does。Oh、<my. S 1> 那我觉得，因为他受伤了之后，然后大家就,就有点遗忘了 Jamal 这个角色，然后。 他今天也，他今天受访的时候也有，也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我还要再证明自己几次 b u t this h is w 不 I am。d a m n 球，这这，然后你，like，对啊，对他、啊啊、讲说，哦，又回到，然后 Murray 好像回来了，回来，他说，he 他 never left，about？<laughs> <laughs> 他一直都是这个 Murray，所以他尽快只要健康的话，这个阵容我觉得还是完全从先发到板凳都很完整的。那太阳的部分就是。 像你说的 a t o n 没办法 take advantage 之外，他们的深度嘛，在交易之后，深度跟呃侧翼的防守，就是是蛮薄弱的。其实，然后你看得分非常的就是集中在那两个人身上，他们板凳其实没有什么功用。那你 a t o n 除了 a t o n 之外，还有人可以攻他们攻击进进快的禁区吗？就他们的替补中锋是谁？他有任何 big man？比 b a l l、like、l i k e 比？对，他们出那个比 l l 出出赛六分钟。 啊，他是除了 Aton 以外唯一的有有上场时间的常人，在太阳那边，so like no no one else is gonna do shit like it has to be Aton，like 就不觉得 Aton 可以打爆 o k i d g e 所以，yeah，就之前有时候也会丢上来那个 Logan Paul 啊 j c k Landell，Landell Landell 对，Logan p a u l j c k j c k Landell，有时候有点功用，第第一站感觉也不太行啊，啊，有啊，今但我感觉出来 Monty Williams 有在做一些动作，到后面。 还在大概十分拉锯的时候，他可能觉得第一站毕竟在客场打嘛，在尽快的主场打，所以就他有试着想要做一些动作。这个就是公路那边那个 Coach Bud 没有的公路教练没有做的。他最后还有谁啊？像 A k o g i e 啊，或者是 Landry Shamet 等等的轮流上来用。嗯哼，大家好，Jamal Murray、d k e Angus 刚 shout out, 但数据的确值得。他例行赛至少他开始。 打先发之后，场均是大概十十八分，然后季后赛上上一次是二十六点五，然后今年是二十八点三，就他今年例行赛场均也只有二十分，所以其实差到七到八分也是蛮真的很夸张。I guess 他 he he never left。其实这好像有点 Jimmy Butler，就是例行赛在 chill。Yeah, yeah but、哦、他他也有在 God, 有点在复原啊。<Ball> 就那时候那时候，因为他伤后回来之后他。 花了一点时间找回他的，像他那时候切入刚回来的时候，你明显看得出来他比之前慢了一步。但今天这场比赛就是切的很果断，然后切入要要切入就切入，投篮就投篮，然后跟 y o k、ok、i c h 打 p e k i n d Roll，什么都很顺畅。So it's like, yeah, he's back, whatever, never left. 好，帮 j i m 也 y b a 说个话，他还有防守了，我觉得还是有差。对对，大家 overreact。哎，对对对，来预测<嘛>预吧 预测金块太阳，我觉得这这边应该是会最接近的。So，因为太阳不要大家不要被第一站误导。我自己啊，So，嗯，Nuggets and Seven，金块七。对，哎 <laughs>，不要被第一站是不是大家？大是不是？大家都想不要被第一站误误導, <laughs> 导的时候，不要觉得会轻松过关哦。哎、oh. 欸，懂不懂？行，<Shit. S 1> 来啊，先抢先赢哦。对我刚其实也想，<看 S 2> 我刚也想讲 Nuggets and Seven，就跟我第一轮想讲。 尼克演 Seven 一样，<laughs> 那你就讲個,个。但都是都是先讲新一段，我现在讲扇子啊！我想换啊！我就们这么讨论。对啊 <laughs>，Andy，你不是尼克演 Five 吗？哦，对对对，那是第二轮了、啊。哦 <laughs> <好>，嗯，哎，那个啊，我我我就算算子啊，算太阳演 Seven。好，Angus，现在最后关键。好啊、right.，Nuggets in Seven <laughs> <laughs>。干好保啊？<laughs> 本来想说<不> Six 讲不出来变 Seven。Oh, OK。<laughs> 呃，金块、uh, 七战跟太阳七战，是。再问，看我刚讲那么多帮金块讲话，<Okay. S 2> 然后我全太阳 i n six。<接>我觉得我全太阳 i n seven，就是纯粹不想跟你们不一样而已。我们节目就是让大家这么捉摸不定，好不好？<laughs> hey, 啊、对，你以为啊？Let's go！对你以为啊？因为我们认真在预测啊，各位一定要听到最后。对。 OK，四组对战了、啊，然后接下来哦，先跟大家讲，假如有听到最后的话，前面忘记说了，我们有一个特别算唯特别的节目嘛，是一个人物专访，这个会在各大 podcast 平台、podcast 平台上线。耶 <Yeah. S 1>、欸！诶诶大家要让大家猜一下是谁？可以啊，猜猜我是谁？好，比 Angus 高，<laughs> 然后比 <laughs> <laughs> 没有比 Andy 胖。看你看他妈的这群损友。<laughs> 啊，什么损友，<laughs> <laughs> 我都没啊，哦、<laughs> 也啊，哎、欸，我有看到他本人，他本人是就是蛮，这怎么形容啊？的砍分手，好不好？一集砍分手，nice、哦、然后。<nice> 等一下，姓林吗？姓林，<laughs> 姓林不姓林啊？不姓林，哦、姓林 <laughs> 对啊。哦、然后这个会在我们 IG 上面有，上 IG 上也会有一些短影片，大家在那个 Reels 嘛，之后可能 YouTube 上也会有一些呃片段这样子。 季后赛期间第二轮了，哇，才打一轮而已、啊。第二轮开始，大家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加入我们群组。最近也蛮热闹的，每一天比赛嘛，大家可以讨论，大家预测等等。那我们之后这礼拜没有，因为没有周末这边比赛没有直播，所以呀，下一次可以也是周末的话，来跟大家 Discord 各位直播一下。后加入我们，下面链接就可以加入我们群组订阅。下礼拜见，拜拜。 Bye bye. Bye bye. Peace, peace, peace. peace.